Ella 钱包被罗志祥捡到，后续粉丝送 Ella 核桃。Ella 我会长脑。日前 SHE 成员 Ella 陈嘉桦的钱包被罗志祥捡到一事引发四方关注。事情的起因是昨天 Ella 与罗志祥一同录完节目后，将钱包丢在罗志祥的车里。昨天罗志祥在微博晒出了三张拿着 Ella 的钱包的搞怪自拍，并艾特了 Ella 在线15招领。事后 Ella 看到微博后才发现自己的钱包丢了，除了钱包还有自己的墨镜也都丢落在了罗志祥的车上。昨晚罗志祥工作室晒出了一段 Ella 前往罗志祥工作室认领钱包全记录的小视频，视频中罗志祥还戏精上线，特意藏起来让 Ella 去找，还调侃 Ella 钱打我个人账号，可谓十分搞笑。尤其是 Ella， 据悉他是在车上购物时输入卡号时将钱包放在一旁，下车时忘记了拿，并且直到第二天早上看到罗志祥的微博才知道自己丢了钱包，而粉丝也送 Ella 核桃让他补脑。Ella 还特意检查了证件、皮夹、墨镜、包包等所有东西，这次都拿齐了，让粉丝放心。